好笑。倒杯香槟给杯里，过来。大家都给我，大家都给我。对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力道怎么拿，对不对？因为怕伤到他。上面什么都好。我帮你听。而且刚今天带的是什么？一个款式，一个人。可能是他的那他的型号，就产品。凯利包是不是？对啊。学的吃吧，都没有吃，没有吃啊。还是有心意的。我好像有抱这个朋友，我有带三个小孩过去。